一向热心于环境保护的钟楚红21日出席马鞍山植树活动，淡出演艺圈多年的红姑近日频频露脸，令大家都很期待看到她再复出。特别是《春娇与志明》的导演彭浩翔日前透露，第三集已在构思中，并希望请到钟楚红和周润发这一对老搭档再次合作。对此，他表示确实在联络阶段。嗯，系啦，可以咁讲啦，系啊。嗯，咁你有冇兴趣啊？我都唔知道做乜嘢，全部對手係發哥喎，係咯。我睇下佢嘅意願係點先。係咪佢？係咪佢答應你就答應先？我諗我要考慮嘅嘢會多啲咯。係，會考慮啲咩咧？我都唔知做乜。如果做人有貓，佢都做人有貓，落只貓。識做媽媽。家姐咧？家姐會唔會考慮多啲啊？你睇情緣啦。同佢家人認為落同一千馬一齊，唔係嘛？日前四川雅安发生7级地震，问到是否有前往灾区的打算，钟楚红就思虑周延，表示会先探听好当地的状况再做计划。即最好是不要阻住那些前线的救援人员的工作咯，所以去之前我都要了解那个地方那个情况啊，还有他们那个救援的进度啊，还有他们的交通情况咯。如果有很多路是因为地震是 block 晒，然后有很多人去到又不知道自己做什么，但又很想帮手，我觉得很多时候就会影响了那个救援进度，那就不是挺好的。